为什么要让我们每一位明星嘉宾模仿一下自己偶像的这个招牌动作呢？对啊，实际上是想考验一下他们接下来一个环节对自己偶像到底了解有多深，印象到底有多深刻。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益智考验 IQ 提前预防老年痴呆的一个非常好的游戏，叫做偶像蹲。来，露露，咱们怎么个蹲法？怎么个蹲法啊？就是每个人要讲自己这个偶像的名字，比如说小徐娇喜欢周星驰，他就会说周星驰蹲，周星驰蹲，周星驰蹲完韩红蹲，韩红蹲，就证明叫的是小虎。而且在蹲的时候呢，还要做出你的招牌动作，就刚才你们表演的那一段。比如说呢，周星驰蹲，周星驰蹲，周星驰蹲完韩红蹲，要有那个招牌的动作。那这里面如果谁反应了慢的一点，或者谁没坐上来刚才你们做的动作，就算出局。淘汰的那个人呢，要一直在那儿模仿自己的偶像那个动作，一直停着，直到游戏结束。摆个造型定住了。哎，明白了，咱们就开始好吗？咱们捋一下名字，帮大家。行。我是吕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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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雯丽。蒋雯丽。周润发。周润发。周星驰。韩红。周杰伦。孙红雷。舞蹈队。舞蹈队。他是舞蹈团啊。舞蹈团，你得有个动作。哎，对，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好不好？好，那我三二一，游戏马上开始，听我们口令啊。好。蹲，周杰伦蹲。周杰伦。动作。周润发蹲完了，吕布蹲，吕布蹲完了，谁来蹲？停！啊，吕布蹲完了，伦敦啊！光美老师动作怎么变成这样？不是你是上厕所是怎么的？吕布蹲完谁蹲？你得说是谁呀？那你得看眼睛，一眉。对，吕布蹲，你来。吕布蹲，哎，吕布蹲完了舞蹈队，舞蹈队蹲完了往回蹲，刚才往回。你应该说吕布蹲，请问，往回蹲正好一个来回吗？不是，咱说的都是人名，这往回是谁？往回是谁？又咳到吕布了，这个不带这样的，出局啊！行使裁判的权利，让他你在那边淘汰了啊！你舞蹈队那动作你得来，停住！一直滑，哎，行，咱慢点玩啊！来，我们开始继续游戏啊！你滑着啊！大家来监督刘晓光，好不好？哎。